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所以昨天跟大志山是外面钓鱼，我们钓不到鱼，然后别人看别人钓的挺好的，说明那个地方肯定有鱼。然后我们今天就赶早过来了，现在我在这边等大志从泰国来接我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啊。昨天我有一个粉丝朋友说那个，因为他会下来那个跟我一起钓鱼，等他过来我们再接他吧。今天我们目标连线啊，看能不能钓到。那么因为等大志过来就可以出发了。看到我们在这边等车的时候，看到我姑父他们在这桥洞这边下来的，不大多而已。这些个头都挺大的，大螺。啊，你咱们明天如果那个潮水合适的话，也来这边下来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就不定期这些海螺，今天去钓鱼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边了，可以下竿了。期待大龙一多多啊！我师傅又来鱼，看来我师傅您这里那什么了，手脚当冠军，你也得留点给别人洗掉。哦，跑了。哦，录一，看来我师傅还是运气挺好的，今天又是他第一条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你这样不行啊，你这样做人不行啊，一条接一条。哇！什么？今天都看别人钓吗？咱们不可能天天过来都看别人钓，我就不信运气那么差。你要在别人头上，你也看不见。现在我们已经回到这边来钓了啊、哦！刚才那边看，也是在看别人啦。然后我这位本地的粉丝朋友已经过来了。Hello。所以你们应该见过，口罩脱掉给大家看一下嘛。我脱了口罩，他也认不出来我啊。应该认得出来吧。Hello。来了，那我们现在赶紧下竿啊、哦！ Yeah. 你们那边鱼竿够吗？要不要再再来一个那个？他那边一个鱼竿都可以钓到好多啊！啊，虽然说今天带你出来空心，但是我今天就知道你要来，我就我老婆家里面煮了丰盛的午餐。哇，好感动啊！虽然我没有钓到鱼，但是我有好吃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么一个道理是吧？是的。那我们不看再钓一回看，没有的话，实在没有就手没收竿吧。好的。钓了一小散了，进来一口都没有。说吧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去收工上岸吧啊、哦，上岸请你们吃好吃的啊、哦。好的。现在我们已经到家了啊、哦，来，吃。好。今天随便你出了一点。分手吃饭了没有啊？我吃完了。哦，吃完。那你们今天有没有钓到鱼啊？空空啊，空，空手归凉凉。又是空军。妹妹吃饭了没有？吃完了，还好，我就我老婆随便炒了几个菜、本来今天空军回来都没啥吃，连饭都没得吃，连饭都没有，很惨，会煮几遍吃点，没有，很好吃，分嫂厨艺很好，我很想着中午不用炖鸭了，可以炖一汤，还好我炖了鸭，幸好连汤都没有，要不然连汤都没有，你今天要不要试鱼？要不要？没鱼吃。吃啊！可以啊！吃啊！本来昨天是估计今天我们假期是可以得到20斤的。我也是听到你昨天信誓旦旦，所以我今天很兴致勃勃，一大早就赶过来。没想到空虚。没有想到。那看来渔民这个行业不仅辛苦啊，而且有时候忙碌一整天，然后什么收入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这种经常有。啊。经常是这样。但是很正常。对，是很难哈，很难哈。那我们只能期待下次有收获了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见。好，拜拜。